此人是谁？主公，他就是吕部手下第一勇将，姓张明辽，字文远。跪下，跪下，跪下！张辽，张文远。 这是为何？嘿嘿嘿，说话呀，文远，你是个真英雄，我有心想留你为我建功立业，但是我怕你骂我，所以你走吧。 走吧，将军，在下愿为将军效命。 主公，文远，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。主公，玄德，看看谁来了。 中牟县相救之情啊，曹某感恩于心。曹孟德也长得一颗心，<笑>我真是后悔呀、啊！当年陈高先那天毅力，我就该将你一箭穿心。嗯，理解，完全理解，连我都替你后悔。<笑> 奸诈小人，无耻之徒！<笑>龚太兄，我有一事不能理解。嗯，你既然欲图大业，为何不来找我，而去找了吕布？他配不上你的才华和抱负。只恨吕布不听我言，要不然不会有今天。吕布虽然无知。 但是为人要比你干净得多。嗯，是干净，干净的像个傻子。龙太兄啊，我还有一件事想请你赐教。说吧，你说我是应该杀你呢，还是应该留你？这好办，快快杀我！舍不得。 真的舍不得，那我就给你个理由，让你舍得杀我。说来听听。只要我陈功一天不死，我就会把你曹孟德当年那些丑事挂在嘴边，我会天天讲，日日说，我让世人尽人皆知，让你遗臭万年。<笑> 大家伙都听着。
当年曹孟德在成皋县逃亡的时候，被他的伯父吕伯奢所救，可是他却恩将仇报，杀了吕伯奢。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。他恩将仇报啊，杀了自家的伯父，他就是个奸诈小人，无耻之徒啊！来人，站，拉下去，快拉下去！诺诺，放肆！公太兄是何人呐？那是我的救命恩人，骂我两句怎么了？又掉不了一根汗毛。再说，公太兄说的有道理，骂得对，骂，接着骂，骂痛快了，咱们喝酒。曹孟德呀，我真没想到，你竟然如此皮厚。哎，并非我曹操皮厚，而是我把这世上